谢谢您回到文倩的音乐故事。文人曾经在他的部落格里头，他看尽各种音乐，他认为一个可以传唱最久的，虽然是现代的歌曲，可是它是民谣风的。是，为什么？我以前在电台当 DJ 的时候，我特别访问过李宗盛大哥，我还请教大哥说，大哥民谣是什么？他给我的解释我很喜欢啊，他说，民谣是朴素的，是叙述的，是在讲一个故事，是缓慢的，是舒服的，是温暖的。他的解释，我已经在外面走唱这么多年，却没有办法像大哥这样能够领悟到这样的一个成熟的阶段。我觉得大哥那一席话对我真的有很多的帮助。民谣是传唱最久的，从早期的 Dust in the Wind， 包括 Hotel California 的基础，那些可能都是民谣的底子。所以我确定 folk 这个东西是可以不断的传承的。所以我特别喜爱，包括我自己是木吉他出身的关系，大概是这些原因。其实他也好多歌曲都是民谣风格，是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对哈。不，最有名的民谣歌刚好不是你写的，就《稻香》拍摄、好歌一首，好歌一首。他非常客气，是他很谦虚。我觉得你的谦虚跟你的文学底子跟你的成就有点很大的反差，你有没有觉得哈？你们两位女孩有没有感觉？有。之前跟导演一起合作，就觉得他讲话都很客气，而且很谦卑，很谦卑，话很少。